昨天，京张高铁延庆线正式开通运营。延庆线自京张高铁八达岭西线路引出，终点至延庆站，线路全长9.33公里，设计速度为160公里每小时。延庆站新建站房同步投入使用，北京市区到延庆的最快运行时间从2小时缩短到26分钟。